2021年 DSM-M2 第四條，咁第四條咧就係、是、一條 trig call 加 combine angle 嘅問題。咁 A part 要你 prove cosine 2x 加 cosine 4x 加 cosine 6x 等於4 cosine x cosine 2x cosine 3x 減一。咁我哋由呢手面做起定呢手面做起咧？答案係由 right hand side 做起啊。right hand side 做起呢兩個可以用 combine angle cosin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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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乘 cosine 就等於二分一 cosine 加再加 cosine 減。所以 cosine 3x 加 cosine x 减 2x 负 x 乘二分一，其他嘢照写噶，四照搬落嚟 ，cosine 3x 搬落嚟减一，咁呢个嘢 cosine 负 x 等于 cosine x 嘅，变咗呢、這个，咁我将 cosine 3x 乘埋入去，所以 cosine 3x 乘 cosine 3x 呢个 cosine x 乘 cosine 3x， 咁呢个 cosine square x， 嗱留意呢个要整走个减一，你先可以变咗呢堆嘢加埋噶，咁所以我呢度咧用 double angle formula cosine 嗰条 double angle formula， 而呢度咧就用 cosine 嘅 come product to sum 嗰条 angle 啊嗰条 formula， 咁所以二分一 cosine 二分一乘一加 cosine 六 x， 三 x 嘅 double 就六 x 啊，咁呢个咧二乘二分一再 cosine 加就四 x 加再加 cosine 减咧 x 减三 x 就负二 x。咁再減一啦，出面咁化簡咗變咗呢、這個，咁你留意呢兩個一同負一咧，其實啱啱 cancel 咗嘅，咁就會出咗個 right hand side left hand side 嗰個答案啦。好嗱，咁我呢度咧，我哋睇完呢 part 啦，咁我哋睇睇 B 啦 ，B 佢係 solve 呢條 equation， 咁留意個 theta 零至九十度㗎嚇，咁所以一陣你要注意翻嘅。咁我哋第一個咧 theta 零至九十度，咁因為咧你好明顯呢個 theta 咧就應該係。2x 就四 theta， 咁所以 x 應該代過二 theta， 咁呢度有二 theta， 呢度四 theta， 六 theta， 咁所以我哋要對應翻揾翻啲 theta 個大細先啦。theta 零至九十度，二 theta 就零至一百八十，零至派，四 theta 零至二派，即係三百六十，六 theta 就零至三派，即係五百四十。好，嗱咁我開始做啦，將呢嚿嘢根據佢嗰條式化咗佢呢嚿嘢先。四 cosine 二 theta cosine 四 theta cosine 六 theta 减一，咁个减一同呢个减一 cancel 咗，咁即系得三嚿数食埋等于零，咁三嚿数食埋等于零咧，即系 cosine 二 theta 等于零，我话 cosine 四 theta 等于零，我话 cosine 六 theta 等于零，咁嗱，留意 cosine 嗰个角嗰、那个图咧系由一咁啊跌落去，咁升翻上去啊，咁经过零咧就有几次嘅，一次系九十度，一次咧就二百七十度，一次就四百五十度。咁所以呢度係得個九啊度嘅啫，因為零至一百八十度啊，呢度咧就有九啊度同埋二百七十度，而呢度咧就有三個嘅九啊度、二百七十度同埋四百五十度嘅。咁除翻六之後咧，排翻好佢咧，總共 total 係有五個。嗱，呢度我唔跟進落去啦，即係你睇翻點樣去計翻佢就得啦。好，咁我哋睇下一條。